虎扑8月21日讯，俄罗斯球队圣彼得堡泽尼特队官方今天宣布，球队已经正式签下了前 NBA 后卫布兰登·詹宁斯。在2009年的 NBA 选秀大会上，雄鹿在首轮第10顺位摘下了詹宁斯。他在 NBA 共征战过9个赛季，先后效力于雄鹿、活塞、魔术、尼克斯和奇才。场均上场 30.3 分钟，能得到 14.1 分、3篮板、5.7 助攻。2017-18 赛季，詹宁斯曾短暂效力于 CBA 山西队，共出场13次，场均上场35分钟，得到 28.1 分、5篮板、6.7 助攻、2.6 抢断。编辑：黑皮。